我們香港藝術體操代表隊的成員，他們表演項目是五人的沙巾操。其實沙巾雖然不是藝術體操器械項目之一，但他同時帶出了藝術體操美的一面。好，介紹運動員先，運動員包括文曉穎、香曉穎、蔡樂晴、鄭麗珍以及黃俊瑩的，我們細心欣賞。 感動的表演呢，亦都圓滿結束。哇！喺呢度，我真係自問廿幾歲人，第一次咁近距離接觸到咩叫淒美。多謝五位嚟自香港藝術體操代表隊嘅成員，相信呢，佢哋嘅。